一禅啊，别装样子了，精神精神，为师带你下山吃大餐。真的，师傅最好了。等等，师傅，你该不会又因为我萌，想带我去化缘吧？你还真以为自己能力无边呢？这次是王员外请师傅去开导他的儿子。王公子又失恋了？可不。师傅，王公子人帅多金，诗词也好，怎么总失恋呢？这个爱情这个东西，不是光有长相、金钱、才华就行的。那还需要什么？还要有追求爱情的勇气，守护爱情的决心，维持爱情的智慧。不懂。说白了就是哄、装、骗。渣男。哈哈哈。师傅等等我。